尊敬的市长先生，尊敬的图文巴各国宗教的长老们，诸位大德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刚才听到菲利普·欧伦先生的讲话，我们深有感动。这个讲话时间虽然不长，希望这个光碟不但我们要大量流通，我们可以在网络和电视台里面去广播啊。这两年来我接触到的这个宗教学术和政治界的一些朋友们，大家不再忌讳讨论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，因为时间很迫切啊，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，这问题就来了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应对。很多人问我这个灾难可能吗？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有一半的人说可能，另外一半的人说未必。啊，到底可不可能？明年我们就看到了。啊，那么问到我呢？我从因果上来看，我认为可能。就像菲利普·欧伦先生所说的，现在这个世界的人类杀业太重啊，这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每一天杀生多少，这不计其数啊。我这次回来之前，中国有两个朋友送了一份资料给我，让我看一看这资料是什么呢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一个报告，内容讲杀人呐，杀什么人呢？杀自己的儿女，堕胎，一年多少呢？最保守的估计啊，这医院里头有案件的，有记载的，5000万，两年就1亿，这不是杀别人的，杀自己的儿女。我看到这份资料，想到中国古人说的一句话，说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啊，这两句话很多人都会说，没有感觉到。看到这个报告啊，才真正感觉到啊，古人早就把这个事情见到了。啊，今天世界出了问题了。啊，过去70年代，英国汤姆·比伯斯说过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。啊，大乘佛法也在中国。真能解决吗？
我曾经两次访问伦敦，去参观英国著名的几所大学，啊，牛津、剑桥、伦敦，啊，我跟学校汉学系的同学做了交流，给汉学系教授啊也举行过座谈。那么这些人专门研究中国学术的，啊，我说汤恩比布斯的话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啊，同学们对着我笑，啊，不回答我。啊，我反过来问，我说那么汤恩比说错了，啊，也不说话。啊，最后逼着我没法子了。啊，我说我的体会，汤恩比博士说的不错，可能呢是我们解读错误了，因为你们都是研究汉学，啊，汉学不外乎啊儒释道三家了，啊，你们研究的提到儒学，一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，你们现在用这些典籍在写博士论文。提到佛法，一定会想到啊《华严》《法华》《般若》这些大乘经典，啊，你们天天在研究，啊，所以我才问你们，汤恩比的话是真的是假的？你们所想的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儒释道的花果，说实在讲境界太高了，解决不了今天社会问题啊！今天社会问题需要普世的教育才能办得到啊！四书五经十三经不能解决，太高了，啊，我们程度不够，啊，那是研究所的课程，我们现在是幼稚园的学生，啊，虽然是精华，用不上啊，啊，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个花果从哪里来的呀？啊，花果是树枝上长的。枝是干上生的，干是从根本发生的。我说我们慢慢找，找到根。啊，儒的根是什么？是《弟子规》。啊，道的根，感应篇；佛的根，十善业道。我这么一说，大家好像有一点觉悟。啊，多没有想到啊！儒释道的根本啊，有根是活的，没有根呢，啊，你们研究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吧？花瓶里插的花朵很好看，死的不是活的，几天就枯掉了啊！生生不息呀，要找儒释道的根啊，这是普遍疏忽。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提倡啊中国传统的三个根，很多人觉得奇怪啊，来问我法师，你提倡这个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这都过了时的了。啊，是过了时了啊，因为根本里面所教给我们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啊，伦理在今天真的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啊，伦理没有了，社会乱了，啊，五常做人基本必须遵守这个道德概念，
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这五个字都没有了，啊，变成说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智、无信。现在是这个社会，那几乎整个地球普遍都是的。那今天社会问题跟地球灾变的问题，总而言之啊，就是一句话，我们把古圣先贤圣贤的教育疏忽了，才造成今天的灾难、今天的混乱啊！总的原因在此地啊！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啊，对于中国传统东西啊没有信心啊，一切是外国的好啊，尤其提倡科学，崇拜科学啊，对于宗教观念那是迷信啊，没有意思去接触它。我自己学佛以后出家，真的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，怎么会走这条路子啊。年轻的时候喜爱哲学啊，我的老师方东梅教授，我跟他学哲学啊，老师很慈悲，单独给我开课啊，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了啊！我的课不是在学校上的，是在他家里，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，在他家小客厅，一个老师，学生只有我一个，我们是这样学习来的。他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啊，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，我非常惊讶。我说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而且佛教是低级宗教，怎么低级呢？他拜的神很多啊，泛神教啊，多神教啊，这在宗教里是低级宗教啊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啊，他怎么会有哲学呢？方老师告诉我，你年轻啊，你不懂啊。释迦牟尼，他们有说佛叫释迦牟尼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的哲学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我被他这个一个单元的课程，把过去的错误的观念整个扭转过来，才知道这里头有大学问啊，没有被人发现，没有人把它说出来，没有人把它做出来，这个很可惜 啊以后就专门研究佛学了。我跟张家大师啊，我们这里好像现在台上侧看以前有老师的照片，三对片啊。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要我学释迦牟尼佛啊。我跟他第一本书叫我念的叫释迦志，释迦方志，方家谱，释迦谱啊，这两本书
是经典里面记录下来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。他说你要学佛，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不认识他，你怎么能跟他学啊？你一定会学错了，方向错了，路走错了啊！要我学佛，继承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学的传统啊，我们学了之后才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人，不是神啊。但是释迦牟尼佛尊敬神啊，对一切神没有不崇敬的啊。他30岁开悟了，19岁离开家庭出去求学啊，12年啊，印度的宗教、印度的学术及学派，统统都去学过，真是广学多闻啊。最后我们能想象得到啊，终极的问题没解决啊，所以放弃了，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啊，定中突破了空间维持的界限，看到了宇宙，看到了生命的缘起啊，佛家称它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一年他30岁啊，觉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教学一辈子啊，79岁过世的，所以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啊。我的老师叫我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啊，佛陀当年在世没有见道场啊，他的讲堂是树林树下河边啊，完全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啊，晚上睡觉是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啊，托钵的制度啊，身心清净啊，这智慧增长啊啊，我学他这种方式，所以我一生也没有建立道场啊，没道场啊，哪个地方邀请我就到哪里去，处处都是做客啊。讲经教学53年啊，53年讲了不少东西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12年前移民到澳洲来啊，但在这个之前呢，我在澳洲有10年，每年来1个月在这边讲经，所以澳洲也挺熟悉啊。非常难得，前任的移民部长卢特先生啊，他希望到澳洲来常住啊，帮助团结澳洲的宗教与族群啊，我也很乐意的来帮助他啊，所以今天到澳洲来了啊。跟我来的以前这些同学们啊，为了他们有个安定修学的环境，所以在图恩巴买了一个教堂，建立一个道场，提供他们修学啊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到今年10年了啊。这10年当中有没有成就呢？可
以说没有成就。啊，最大的成就是跟图文巴世民结下了非常好的缘分。啊，那么我自己移民到澳洲之后，啊，这也是没想到的，跟学校结了缘。啊，接受学校的邀请推荐，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我们的眼界开了。啊，我先后参加了十几次。啊，还跟联合国做了一次主办一次活动。啊，在巴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，2006年。啊，每一次会议当中，啊，我多数都是以主题发言，把中国传统啊这一些理念、方法介绍给大家。啊，中国历史悠久，5000年来，这个国家地区长治久安。研究历史的人都佩服，特别是唐恩米博士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也是唐恩米的话，中国古人很有智慧，他们懂得教育，啊，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经验，有教育的成果，啊，带给这个社会长治久安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啊，那么中国人确实他懂得，古人有两句话说：家不齐，社会乱了；子不教，人心坏了。这两句话用在现前的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就看到了，真的普遍看到了。啊，那么中国人的家现在没有了，我们现在讲家了，人都没有这个概念。中国人过去是大家庭，兄弟不分家的。啊，女孩子嫁出去了，啊，男的都不分家的，五代同堂啊，所以这家庭是社会组织，啊，大家庭不是小家庭，啊，所以他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，啊，他家是一个团体，我们生下来，一生为家服务。啊，不是为个人，啊，一切是以家族的荣耀为荣耀。那么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有一个跟家类似的，就是社团。啊，中国古代的家是社团，啊，社团里面没有伦理道德，没有规矩，社会就动乱。啊，无论是私人的社团。啊，人民间社团或者是国家的社团，啊，不能没有道德，不能没有伦理，啊，不能没有教育，啊，不能不懂得因果，这关系太大了，现在这些都没有。啊，而教育里面的核心就是孝顺父母、奉师师长，这两句话是佛经上的。所以我接触佛教之后才知道佛教是教育，啊，根本就不是宗教。啊，
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从最初期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好人，怎样经营自己一生幸福美满的家庭事业，这从这里教起啊。到最高峰的时候，就是今天讲的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啊，科学跟哲学到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佛经上全有啊。最近30年量子力学的成就几乎跟佛法完全相同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啊，科学研究再向后有20年到30年，我相信科学就承认佛教是科学不是宗教。啊，那么今天科学上发现的啊，这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一生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这个问题真被他解开了啊。所以在他的报告里面告诉我们，根据他研究的结果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这个话跟大乘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被他研究出来了啊。为什么是虚妄，解释跟他的发现也完全相同啊。物质从哪里来的，从念头发生的，从意念发生的，人要没有念头物质就没有了，所以物质是个波动现象产生的啊，这个频率非常快啊。物质现象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，几乎等于零啊。所以任何物质现象不能够单独存在啊。今天讲电子，讲粒子，讲光子啊，量子都不可以独立存在的，它存在现象它是完全是像一只网一样互相联系产生的现象啊。这跟华严讲的完全相同啊。美国普朗克博士啊，他有一本著作叫《无量之网》，讲得好啊。布莱登博士写的《无量之网》啊，描绘这个物质精神它的来源啊。物质是搞清楚了，精神还没清楚，但是现象他说出来了，他说物质这个东西是突然蹦出来的，立刻就消失了啊，没有理由啊。这个跟佛法讲的也一样，佛在楞严经上讲当处出生，随处觅尽啊，这个被他看出来了不容易啊啊。那么佛法说这个不是没有原因，有原因啊，也就是哲学里面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。现在也有很相似很接近的叫零点能量场啊，跟佛家讲的自性本性发性非常接近
这是真正的本体，它是真的，其他都从这产生的变现的幻象啊，只有这一样是真的，它不变的，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那就是自己啊。佛家讲佛性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科学家发现的零点能量场呢，是我们自己本人啊，所有一些宇宙从它发生，万物从它发生，我也从它们里发生啊，非常有趣味呀！啊，《大乘经》上讲的透彻，比科学家讲的还清楚，还要透彻啊！所以我相信这段高深的典籍，他们一看就会看懂啊，我们一般人看不懂啊，在没有这个看到科学报告之前，我们学了几十年，学了60年了啊，对这个问题相信不怀相信，但是有怀疑啊，真的吗？还有问号。看到科学报告之后啊，我们的怀疑没有了啊，知道真的。你看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说的，现代科学居然把它证实了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啊，是这科学的这个成就啊，不能不赞叹它啊，太难得了啊。那么在宏观宇宙里面，我们也看到报告啊，这一些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最先进的仪器能够探测到的宇宙，这实际上这是全宇宙的10%，还有90%的宇宙不见了啊。我们听到他这个报告的时候心里很清楚，为什么？我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啊，科学家不知道，我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那用套科学的话呢，他回归到零量点去了。啊，因为零点的能量点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所以科学根据这个哲学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探索到。他回到那里面去了啊，在佛法里讲，回到这个里面去才叫究竟成佛啊，这是个很大的循环。你从零点零量点里面出发，最后又回到那个地方啊，这是个大循环啊。所以佛法里讲这些东西啊，今天科学讲的真对劲了，它对上了啊，确实给我们解释这宇宙的奥秘啊，完全是在个人自己啊，最后回归到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啊。所以佛家讲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，无缘没有条件的慈是爱呀，爱对一切众生没有条件啊，像父母对婴儿一样，哪有什么条件啊？同体大悲，悲是怜悯心啊，慈悲心、怜悯心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跟一切众同一体，不但跟一切动物同一体啊，一切植物、山河大地。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啊，一体多么亲密啊，谁知道啊？就开悟的人知道，不开悟的人不知道啊。所以今天问题我们找到了
社会动乱原因找到了，地球灾变我们也找到了，这是不善的念头。不善的心理，不善的行为所造成的，对自己呢造成许许多多的疾病，没法子治疗，对我们居住的环境，这地球呢就是造成了许许多多的灾难，现在地球上灾难，我想你们比我清楚，我告诉诸位，我50年没看电视，没有看报纸，所有媒体都断绝，所以你问我今天世界怎么天下太平，没事。这些东西是染污，精神染污，心理染污，现在他们这世间人有权利制造这些染污，这媒体不在制造吗？制造染污，我有权利不接受染污，我不看你的吗？不听你的吗？所以有一些好心的同学，他们每一个星期给一份资料给我看，就是全世界这些大灾难一条一条列出来，我看了至少不少于50起一个月，没有少过50起的，最多的呢超过200多，月月上升了，3月4月大概是50起，7月就好像有80几起了，8月就170多起，9月超过200起，频率不断在上升了，灾难越来越严重，这不是好现象。菲利普·欧伦先生提倡素食，正确，素食是最健康的。我参加很多国际会议，一般会友看到我头一句话就问我，你怎么养生，怎么保养身体的？我就告诉他，我的保养很简单，第一个让心清净，不必看的东西别看，不需要听的东西不要听，心清净。第二个就是素食，我素食60年了，要把自己的爱心扩张，不但爱一切人，动植物都要爱护，动植物很容易沟通，跟他们相处比人好相处，人不好相处，动物好相处。我在12年前在图文巴买的第一栋房子在海飞山上，2年之后呢，我在房子后面再建了一栋连起来，建了4个房间宿舍。房子建好了之后，我头一天搬进去，新房子，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洗手间里全是蚂蚁，这个麻烦，新房子
蚂蚁从哪来的，我就没办法上洗手间，所以我就喝着蚂蚁菩萨，你们从哪里来还从哪里出去，我找不到你们从哪里来的，你们从哪里出去，我说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，我到外面去散步，半小时之后我要用洗手间，诚心诚意啊，向他们呢祷告祝福啊，我们在一起生活，互相照顾啊，我也照顾你，你也照顾我们啊。半个小时回来之后啊，一直都没有了，你多听话啊，我们对待家里小动物啊，都是这样，都称菩萨，对他很恭敬，所以他跟我们很合作。啊，那我们院子大吗？啊，我那个院子有28个acre，你们去想到很大的院子，所以院子我种了很多菜，种了很多果木树，啊，菜有小虫，啊，我们画一个小区。跟他约定，这里专门供养你们的，啊，吃菜是小虫，专门到那去吃，啊，树呢，我们指定几棵树，这里面的水果，你们鸟可以吃，没有指定的，你要留给我们，啊，我们彼此互相照顾，十年了，都遵守条约，比人好处啊。啊，所以大家到我们学院吃的菜，大概都是我们自己种的，啊，我们种的品种将近20多种，啊，出产非常丰富，啊，所以树木花草啊，都懂得我们人心，啊，这个道理就佛经上就有，为什么？物质是从意念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意念跟物质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我们一个善念他知道，我们一个恶念他也知道，啊，善念他就变好了，恶念他就变坏了，所以近代这些科学家提倡一个口号，疑心控物，啊，我们用我们的精神意念来控制物质，如果这一个发现被科学家都肯定了，啊，都肯定了，我们能够改造地球。那不是我们好的念头，其实问题解决了吗？啊，这个东西，大乘经典上我们从那里学来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科学报告，啊，发现念力这个能量啊，不可思议。对自己可以改变自己，你身体所有的疾病不要看医生，不要吃药，自己用念头善念把整个这个带病毒的细胞啊通通恢复正常，你不就健康了吗？这多省事啊。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永远不会有灾难，他说我意念可以改变它，啊，现在这个意念不好啊，啊，意念错误，意念的根是什么？是自私自利，啊，自私自利决定是错误的，啊，在大乘佛法上根本没有独立的我，我是什么呢？所有人群我们连接的是我，所以我们关心别人关心我，爱别人深爱我，这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，啊，然后再扩大，扩大到所有的生物，啊，无生物跟我是一个整体，啊，夏威夷治病的那个原理就从这儿来的，啊，完全用自己的善意善心，啊，真正的忏悔，啊，
把这个病毒让它完全恢复正常，啊，恢复正常就是最健康的。人可以不生病啊，人可以不衰老啊，啊，我们做的不到家了。要多做到家就年年十八了，啊！但是我们努力在做，啊，这个衰老的速度呢，比一般人慢太多了。啊，两个星期之前，我访问梵蒂冈，啊，跟教宗见面，去年跟他见了面。今年第二次见面，教宗跟我同年，啊，他身体就不如我，啊，他有衰老的相了，啊，那么我还没有感觉到我衰老，还没感觉到。什么原因呢？跟主人说，心情是低啊，不要有老的观念，不要有恶的念头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。现在的人啊，刚才讲了，根自私自利啊，从这里发出了生出来的贪心啊，嗔恚、愚痴、傲慢、怀疑，这个贪嗔痴慢疑在佛法里叫五毒。心里有这些东西，你的器官细胞就很容易感染疾病，就这么来的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了，贪嗔痴慢疑没有了，外面纵然有最严重的病毒，你不会感染到啊，这是我们讲免疫的能力，你不会感染到啊，这对内的是身体啊，啊，这是因本身的缘，佛家讲因缘果报啊，如果有因没有缘，它不起作用，不会发作啊，就好像这个病呢潜伏在里头还不起作用，遇到缘就起作用。缘是什么呢？怨恨恼怒烦也是五个。你看我们有怨恨恼怒烦啊，这个不好啊，不是好事情啊。言语造作杀盗淫妄啊，佛教里面还加了一个酒啊，酒以前我没重视到啊，这一次到罗马去访问啊，他们带我到罗马市区了逛了一下，每一条小街都还有好多酒店，探头往里面就看看了，也喝酒的人，我就悟到了，佛说的没错啊，那些喝酒的人酒醉也东倒西歪啊，胡说八道啊，真是麻烦啊。那不看到的时候不晓得，说佛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必要，酒没什么大关系，这才知道严重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现在人造的是什么？这是五个字，贪嗔痴慢疑、怨恨恼怒烦、杀盗淫妄酒，这就是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啊！今天地球上灾变的原因啊！我们要想救社会，要想救地球，那就有一句话：把人教好。
现在这是个大问题啊！怎么样把人教好？现在人全变坏了啊！好人不多啊，好人到哪里找呢？就好人到宗教里找。宗教也变质了，虽变质啊，大概海里头还可以找得到，少数吧能找到。啊，希望我们这少数的宗教里面的好人，真正觉悟的人，来起带头的作用。这个带头很艰难，很不容易，啊，一定的要做成，做个榜样。啊，我们十几年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，我最后得到一个结论。啊，做报告，大家都鼓掌，都赞叹呐。下来之后，啊，我们吃饭、聊天，这些会议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净空法师，你的报告很好啊，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，这是一盆凉水浇头啊，做不到，那不就等于白讲了？”啊，所以是逼得我一定要想做一个样板来给他们看看，他就会相信，要不做是绝对不会相信啊。所以很多地方拜托人找一个小镇，找一个小区，我们来做实验，看看古老的这些教学啊，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对现在社会还起不起作用啊。找了三四年呢找不到，2005年我回到老家去看看，离开70年回到老家啊，老家看看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啊，我就告诉向他们报告我最近十几年在国际上做这些活动啊，想做实验。家乡这些佛老跟地方上的领导都欢喜，回来回来做啊，就这样子在这个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啊，我们在那里办了一个传统文化中心啊，用这个小镇做实验。这个小镇居民48000人啊，所以我做实验就想到，在过去曾经有人呢也做过这种实验，但是都失败了，没做成功。那我们现在在做，汲取别人的教训啊，他们做是有对象的，以年轻人为对象，以学生为对象啊，年轻人学习看到社会大众不学他不相信，在学校里你叫学生去做，老师没有做到学生不相信啊，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问题，我说这一次我们做实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，我们招聘了37位老师啊，报名将近400人啊，不断的筛选，选到37个啊。我告诉这些老师，这一个实验是一个最大的赌注，我们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经得起经不起考验，就在这一次的实验。这一次实验成功了，让全世界肯定中国文化啊，这个大乘佛法起作用先。如果实验失败了，那中国文化应该被淘汰啊，大乘佛法应该被丢弃掉了。我说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使命感，要拼命去做啊，要100%的做到啊，把弟子规感应篇13页落实在生活
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我给他们4个月的时间。啊，没想到这些老师，我看他们都是菩萨再来的，不是凡人，2个月就做到了。这没法子想到啊！那做到之后，他们打电话给我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我说既然全部做到了，下乡入户。啊，我说我们的教育是身教，是表演，不是言教。啊，到人家农民家里面，看到人家的老人就是自己的父母，把孝道做出来。啊，看到人家的小孩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晚辈。啊，也要把这个应尽的义务做出来。家事啊，看到就做，地不干净赶紧扫地，桌子不干净就把桌子。啊，碗筷没有洗，赶紧把它洗干净，摆好。我们这样服务做了2个星期，不到3个星期，农民感动了，老人感动，我们没有把儿女教好。啊，他们小孩感动的时候，我们不孝父母，我们对不起父母，良心唤醒了。啊，真没有想到啊，我们那个时候以为我们这种教育要2年到3年才能把这个小镇啊改变，成为一个礼仪之邦，啊，和谐小镇。没有想到啊，不到3个月，啊，这个下乡入户之后，就告诉大家中心开阔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。啊，我们对象居住在小镇上的居民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一起去。啊，大家一起去做成功了。啊，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受了感动。啊，这个我们想象不到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啊，所以我告诉老师，我们每个人不能鞠躬，不能说这个事情是我们做的，谁做的呢？祖宗加持的。我们祖宗有德，三宝加持，我们要感恩祖宗，感谢三宝，啊，绝不要自己鞠躬。啊，这个做出来之后，我得到那2句话：第一个，我们相信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人心本善。你看这么一教，就马上就善就出来了，心本善就出来了。第二个告诉我们，人民是很好教的，就是没人教。不到3个月就良心完全就发现了。啊，这个人的个观念行为180度就转弯了，这个不得了啊。我们不是亲自看到，不敢相信啊！我们做的时候战战兢兢，怕失败。啊，这个成就一出现之后，成果出现，我天天在想啊，怎样到联合国去做报告啊？啊，告诉大家我做到了，中国这套东西不是理想啊，现在管用啊。啊，我们心有所念呢，他就有感应。2个月之后，联合国来找我。啊，这个要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们在澳洲，就是这个金钟学院，你们去参观，就这么小地方。联合国找的是会员国啊，怎么会找到我这里来？我们这大学联合国也不找啊，他都到我了。所以我很压抑，派了3个人
到巴黎去打听，啊，打听确实有这桩事情，啊，他们要举办一个活动，从来没举办过的，因为联合国不碰宗教的，这一次活动居然这个主题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，就2006年。啊，主题呢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，你看这么个题目。啊，找的是谁？找的是泰国。啊，不是找的我，找的泰国。啊，我就清楚了。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是在曼谷大学，在泰国，啊，跟泰国高阶层的就结识了，啊，我在那边接受他的副总理查瓦里将军的接待，啊，那么在泰国呢也做了一点好事，啊，这个缘就结得很深，机会嘛，抓到就得做好事啊。啊，这是个刚才啊欧伦先生告诉我们的，抓到机会就做好事啊。抓到什么机会呢？正好那一年泰国的皇太子50岁生日，啊，泰国是50岁是一年生日当中最大的生日，啊，太子做生日，太子发心给全国的佛教徒啊盖一个医院，叫生前医院。因为泰国小城这个戒律很严，啊，女的医生她不能接受，女的护士也不能接受，所以很麻烦，啊，特别给她建一个医院，里面的医生护士通通是男性，啊，没有女性，啊，做这么一桩好事情，啊，告诉我。那么他的夫人啊，那天晚上筹款啊，也是个大会堂，夫人上台表演唱歌啊，我跟这个泰国一个副僧皇啊，跟查瓦里将军，我们坐在第一排啊，看他筹款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这个医院的预算要多少钱？美金250万。我说现在募到多少？这已经募到50万了，差200万。我的机会来了，我说这200万我送给你，所以这个医院就搞了，嗯，这个很有意义。为什么呢？大小城这几千年来没有办法融洽了，啊，互相排斥，啊，小城人说大臣非佛说，不承认他。啊，大臣呢是轻视小臣，啊，所以说这个工作要把它做起来，是大小臣是一家人，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啊，兄弟不和，这个家怎么能够兴旺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大乘、小乘、贤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通通是一家人。啊，兄弟姐妹要互相支援呐，啊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。啊，我在那里做了这么一桩好事情，所以泰国大使向联合国秘书长推荐，请我做主办单位。我跟联合国就做的是主办，这主办就有权了，所以我就把我们汤池这个报告安排了8个小时，啊，谈判还是很辛苦，联合国报告从来没有超过2个小时，我现在要求8个小时，啊，所以经过很艰苦的谈判，最后总算是达成了，给我们4个小时。啊，这4个小时我就让蔡礼旭老师担任4个小时的报告，另外选2个老师，一个老师2个小时，我还是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。啊，那我们汤池沉寂的展览
有图片，有说明。他给我们一个大会展览室、展览厅，做了3天展览，非常成功。啊，我还邀请了新加坡、我们澳洲的这个宗教代表团，到联合国大会堂给全世界做和平祈祷，这联合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啊，这个会议之后影响很大，驻联合国192个国家的大使代表都很希望啊到汤池去考察、去参观、去学习。啊，这是联合国从来没有过的。啊，虽然这个事情没有做成功，但是我知道的就有30多位大使用自己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到那边去做考察工作，啊，在那边住个3-4天，啊，连这个剑桥的麦达维教授在那里也住了4天，啊，用私人身份。啊，所以汤池这个成就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。啊，今天不是用这种方法，不能够说服人。啊，所以这一次教宗邀请我，我本来不想去。啊，想到呢，还是把这个信息啊告诉他。啊，那就是我希望天主教能够在梵蒂冈这个地区，所以这次我就问得很清楚，梵蒂冈面积多大？50个acre，不大了。我原先以为有100个，没有50个。啊，人口不到1000人。啊，我建议教皇，啊，教宗啊，我说。你就用梵蒂冈做一个试验田，把天主教的精神、天主教的文化落实在这个地方，让全世界人看天主教，到你这里来就进入了天堂。这个重要啊！不做试验点呢，是不会做成功的。啊，这个贡献就大了。然后我问他罗马。罗马不大，啊，我去过3次啊。我说，罗马有多少教堂？啊，天主教的，400多个教堂。我说那就是400多个学校啊。每一个学校要是每一天都上课，都讲经啊，都教学上课。我说，在我想象当中，1年之后，罗马就变成天主教的。在地球上的一个示范城市，啊，那就是天堂。啊，天主教一带头，我相信其他的宗教都想，哎，我们自己要搞个自己的点。这个效应一扩大的时候，有助于社会安定，有助于化解地球上的灾难，好事情。这个应该要做。我这次到梵蒂冈来，就是这个目的。啊，我们怕他太忙，接待人太多，所以我就把他详详细细写出来了。啊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啊，也有一个这个讲演没有安排时间，但是我们印的书很多，全部都赠送了。那么这次回来，昨天我看到我们这个地区啊，图文巴的这些宗教代表啊，非常和睦啊。我们现在想法看法都是一致的啊，但是教育是最好的手段，不用这个手段就没有办法达到目的。
啊，中国几千年长治久安靠教育，啊，一切都是为教育服务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国家太平啊。那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教育摆在最后了，啊，现在把经济贸易摆在第一，一切都为经贸在服务，这个东西，经济贸易，人之必争。那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啊，我接受邀请，代表学校去参加国际会议，是昆士兰大学这个语言带起来。啊，911之后，我们都没有想到，学校里有和平学院。啊，一般学校没听说有和平学院，啊，昆士兰有和平学院。听到他们报告才知道，全世界和平学院只有八所，他们有学位，啊，有硕士有博士学位，培养的人才多半在联合国服务，啊，做国际调停工作，就是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就是这个想法跟我一样啊，啊，所以我就接受了。啊，可是冲突从哪里发生的？啊，我给学校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两次座谈会。啊，冲突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他们看法呢，都是看双方。敌对的双方，啊，我告诉大家，我说冲突的起因不在外面，在家庭。我这个说法他们都很惊讶，怎么会在家庭？我说现在你们大家都知道，每一个地区离婚率有多少？啊，离婚说明什么？夫妻不和，夫妻的冲突。啊，夫妻冲突带给你来的是父子冲突、兄弟冲突。啊，这样的人，他踏出家门，他能跟人家不冲突吗？啊，所以化解冲突要从本身做起啊。然后我再告诉他，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，还有更深的，更深，你自己跟自己冲突。啊，在佛法里，在中国传统里面讲的是本性跟习性的冲突。啊，本性是善的，习性是不善的。啊，这是发生在你自身的，啊，这个翻译都不好办。我就举个例子，譬如说，我们有利益在当前，你想到自利，这个利是我得还是分给别人？大家说，当然是我自利。那你自利，他自利，他自利，不冲突就起来了吗？啊，当时有一个美国的教授，他坐在我对面，他是资深教授。啊，我就问他，美国的教育，从幼儿园到研究所，是不是叫竞争？没错，都叫竞争。竞争哪来的和平呢？竞争就是冲突的基因呐。我说中国的教育，中国古时候的教育，从小就叫什么？叫让啊！啊，婴儿啊，要叫他忍让啊。长大智慧呀，他就晓得有谦让啊，要谦虚啊，实际上要让别人呐。啊，成年在社会上懂得礼让啊，让到底呀，这个社会是和谐的。啊，怎么能叫争呢？这一争可不得了了。啊，举
决定不能有真的念头，啊，处处让，让会不会吃亏呀？中国古人讲得好，吃亏是福啊！啊，我这个一生，处处都是让，啊，要什么我都让，啊，不吃亏呀，越让，会有后面就越好啊。让到底不吃亏呀，古人讲的那个吃亏是福，非常有道理。啊，你不肯吃亏，哪来的福报啊？啊，越是吃大亏，福报越大。啊，所以这个大的这个亏呀，大的这个障碍麻烦来的时候，要生欢喜心，啊，不要忧愁，啊，不要说我吃亏，我上当了，我受害了，错了，你一点没上当。一点没受害，啊，大福报就在后头等着你，啊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对自己、对家庭，啊，在工作、待人接物，要懂得让，啊，每个人让一步，冲突就化解了。问题就解决了，为什么坚持不肯退让呢？啊，现在还有人讲的面子问题，那是个中国人所说的“死要面子，活受罪”呀。啊，那罪也受不完的罪，那个麻烦太大了。啊，你真正能够让，没有人不尊敬你。啊，换怎么样，提升你的面子，不会把你的面子下提升了。啊，多少人赞叹，不但现在人赞叹，将来还写到历史上，后人都赞叹。我们的话要回到本题，要回到图文吧来。啊，我跟市长第一次见面，我把我的这个想法、愿望告诉他，跟他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志同道合，希望把图文吧这个小城建成是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做？用教学。这个教学是我们从宗教，啊，我要把这个事情把它证明。啊，这一桩事情是2005年，我头一次跟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见面。啊，我们见面，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：“哎，他说法师，你走过很多地方，也认识很多国家领导人，他说你看这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”这个问题问得很严肃啊。让国家领导人对世界和平信心丧失了啊，这个多可怕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我当时回答他，不是，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，世界就和平。说哪四桩？我说第一个，国家与国家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第二个，政党与政党。第三个，族群与族群；第四个，宗教与宗教。这四个都能够做到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这个世界就和谐了，就能恢复到正常。他听了之后皱眉头啊，说不出话来。
我们停了五六分钟，我就告诉他，难，真难，确实不容易，非常棘手，但是从团结宗教下手是一条好路。因为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仰宗教的人要占多数，所以宗教的团结会影响政治，会影响政党，影响族群。这个话他听懂了啊，但是没去做啊。啊，做是做了，做的不够啊。马来西亚宗教也团结了，很难得啊。我在这个地区啊，第一个我们做到的是新加坡的宗教团结了啊，我们有这个经验啊。然后我在印尼，我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啊，一年我去了六次，两个月去一次，印尼宗教团结起来了啊。现在是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最近也算团结起来了啊，很难得啊。那么这个团结并不很坚固啊，怎样才坚固呢？互相学习经典，这个才坚固啊。我们知道自己的宗教，也知道别人的宗教啊，然后你会发现所有宗教它的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，80%相同，20%那是什么？历史文化背景、生活习惯不同，那小事情啊。所以建和同解是建立在经典的基础上，让我们发现宗教家所说的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，这是造物主啊。啊，佛教里面没有真神，没有立这个名称啊。佛教里面讲的跟科学一样啊，佛教的造物主是什么？是自信，是阿赖耶啊。自信跟阿赖耶确实变现出宇宙，变现出万物啊。佛教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尊重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所以佛法是平等的，真正平等，完全平等，佛跟我们平等啊。而且说什么生佛不二，生佛平等，把众生放在上面，佛放在第二，这么谦虚啊啊。不说佛生平等，说生佛平等啊。所以教义一贯通之后啊，你就晓得真的只有一个真神啊，只有一个真神啊。那么所有宗教的创始人可以说都是这个真神的化身，是一不是二啊啊。你搞清楚之后，你对于每一个宗教的神都会热爱，都会尊敬啊。每一个宗教的经典你都会欢喜去读诵它啊。所以我跟马哈迪谈过啊，我说我读古兰经啊，中文的翻译本啊，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呢？如果是最虔诚的穆斯林，我如果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啊，不是最虔诚的穆罕默德的信徒，他的东西我都不懂，我不能了解的。我看新旧约，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，我才能看得懂他的东西。如果有戒心哦，这是我学佛教，那是外教，是吧？你完全不能了解，不但不能了解他，对你自己也不了解
多元文化是一体呀！啊，一切宗教不是兄弟姐妹，是同一个身体，一家人，一体呀！啊，就像我们身体不同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，是一体的，一家人还有距离呀，一体没有距离呀！啊，一切宗教是一体，一切文化是一体，一切众生是一体。这种大慈大悲才能够光耀宇宙啊！佛法里面讲心包太虚，量周杀尽啊。那么现在理我们明白了啊，经我很认真地研究，啊，我们要流通法宝啊！我这60年来的时候，所有供养就做这一桩事情。啊，现在我想到说，我要流通别的宗教的经典。啊，我让伊斯兰教的长老替我选一部《古兰经》。啊，选中文翻译的。中文翻译的古兰经有10几种，啊，选一个最好的版本，我印10000套赠送给他们。啊，我希望我们要深入经藏，要把经典里面的精华，用最浅显的语言文字说出来。写出来，告诉一般大众。我们认真向圣贤学习，这个社会就有救，这个地球就有救。啊，语言力了，因为现在的教育没有伦理，没有道德，没有因果，啊，没有宗教。啊，宗教这两个字要以中国文字来解释，太好。那每一个宗教都能接受啊。中国这个宗有3个意思，主要的、重要的、遵从的，有3个意思。那教呢，是教育，是教学，2个字连起来，重要的教育啊，主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，这个意思多好啊。这个等于告诉你，这人生必修课啊！啊，你在这个世间最重要就是要学这个东西啊！啊，所以这是这个从外文翻成中国这2个字是非常有学问的人，啊，这不是普通人能够用这么两个好的字眼，啊，把宗教的精神、宗教的文化、宗教的价值。完全体现出来，啊，是人类最重要的一门学问，啊，是教育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科目，啊，人不能不学，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宗教回归到教育，啊，这个是教堂、寺院、庵堂就是学校，啊，里面要有开阔者。天天讲经，天天教学。啊，我说从我们图文巴，啊，这些宗教的长老，啊，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，啊，我们的联谊要密切，至少每一个月我们有一次联谊会，啊，我们互相交流，这一个月当中学习的心得，大家来分享，来提升。啊，1年之后，我有个愿望，我们在图文巴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卫星电视台，能够把我们的宗教教学向全世界传播。啊，图文巴这个地方的宗教文化，啊，全世界的宗教文化在图文巴复兴。啊，图文巴是个
多元文化和谐的核心。啊，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，那在巴黎的经验嘛，有理由相信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，爱好伦理道德的人，都会到图文班来学习。啊，图文班会变成多元文化世界中心，这个好啊！啊，我们大家努力经营，啊，我们希望到。你做一年，那你做一年之后，我们就来发起来搞电卫星电视台。啊，这个效果大，啊，我们有网络，有卫星电视，跟全世界连线，啊，这个教学的效果就扩大了，会影响到全世界，啊，会影响到政治，影响到社会，影响到各个层面，啊，冲突。自然就化解了，啊，灾难也自然就没有了，消失了，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做的一桩大事情，啊，我们也希望，大家能够把这个理念在图文巴扩大，啊，所以这一次这个会议啊，所讲演的这我们都有录像，做成光碟，啊，在图文巴这个地方传播。我们先从自己做起，啊，不要求发展，我们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一点，做到尽善尽美。啊，有不如人意的地方，我们尽量改进，天天改进。啊，不断向前发展，我们做和平的，啊，我们是做符合于人道的，啊，我想，图文巴就是个福地，啊，整个地球有灾难，这个地方没有灾难，啊，欢迎大家都移民到图文巴来。我的报告，我就想到这个地方啊，就告一个段落。下面呢，我看到有不少问题，这个问题时间不够用啊，能够答复几条了，我们就答复，剩下来的。我们另外再找机会吧，再找时间。这是一位从斯里兰卡来的，朋友们啊，参加这一次的活动。那么斯里兰卡想要我帮助，啊，这里有一位法师到这边来，啊，去帮助这个法师在斯里兰卡弘扬净土法门，啊，让斯里兰卡苦难众生，啊，早日得到佛的加持，慈悲摄受。现在苦难是遍布全球，每一个地方的众生活得都非常辛苦啊！首先第一个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自信心啊！人没有自信心，没有安全感，我们就知道了，纵然大富大贵，他也活得很辛苦。宗教教育就非常重要啊！宗教教育要怎么个学习？必须要读经典
要去读经，要研究经典。啊，依照经典先求理解，理解之后要把经典所教的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，何学何用，你才真正能得到啊圣贤教育、传统教育的真实受用。啊，只是理解不行，一定要做到。啊，你能做到一分，你得一分受用；你做到十分，就得十分作用。啊，这个印光老法师说得好，就是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你就能得十分利益。今天圣贤教育最大的困难，是一般人对他没有信心，这最大的困难。那如果带着怀疑，带着质问，那你什么都学不到。啊，对古圣先贤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，决定没有怀疑，这怎么能产生？因为圣贤教育跟现在科学教育，它的方向是相反的。啊，科学界教育是要发展人的欲望，啊，你越自私自利越好。啊，那圣贤教育是完全放下自己。啊，这两个方向。啊，科学带给我们非常辛苦，为什么竞争？啊，我在美国也住了不少年。啊，我住的那个地区，大概一般收入啊2000块钱一个月的。如果他提升工资也加高了，一个月拿到3000块，他就会搬到3000块钱那个区域住去了。哎，他就不懂得，所以中国人呢，拿到3000块不肯搬，为什么？钱多一点过得更舒服。啊，他就不断的向人争，一直争到死，还没有争完。啊，中国人没有这个念头，比较保守。啊，所以中国人有积蓄，生活有保障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养成这种习惯的。啊，对人要有信心。啊，我在美国住几年才发现。啊，美国人不相信人是好人。你看，办移民手续一定要找个良民证，证明你是好人。中国几千年来了，没听说这个事情，人都是好人，哪有坏人啊？不相信是人是坏人。你看这个观念不一样啊，差别太大了。啊，中国人有自信。中国人信父母、信祖宗、信老师。啊，可是现在中国人也学会了，都不相信，自己也不相信了。这个事情是复兴传统文化最严重的障碍，最大的障碍。啊，但这个障碍很普遍，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好好去做，认真去做。认真要把它做出来，啊，让人家真正看到，才能生起信心。啊，慢慢的放下自私自利，啊，放下了功高我慢，啊，然后才能接受圣贤教诲，啊，那么所有宗教经典都是一样的，不是最真诚的心。你学不到东西。
啊，你天天读诵也学不到东西。啊，必须是最真诚的心。啊，一分真诚学到一分，十分真诚学到十分。啊，这个观念如何能把它改进过来？啊，利益众生，帮助苦难众生，好。如果连自己都帮助不了，怎么能帮助别人？在佛法，要度别人，先度自己。自己没有得度，你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。啊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心，就应当认真学习。啊，学习就要找学习的环境。啊，环境对我们影响非常大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修学环境，我们不敢说是最好的。啊，可是在多元文化这一方面来看的时候呢，托巴的确是非常理想，真的是得到真神的加持。啊，这也都不是人力能做得到的。啊，有这么多的善友，啊，这么多的大德，啊，这是非常不容易遇到的。啊，那我们相信，将来真在这里做成功了，这是佛菩萨安排的，这不是哪个人安排的。啊，所以有这个心，先完成自己的学业道业，那边的缘可以保持。啊，学成功之后，再到那个地方去，跟大众结法缘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：“你所教的，真的是学校没有教的，不学的真不知道。这样的演讲会。”会不会常常举行？这个意思是，我们可以考虑。啊，如果图文巴的宗教，我们正式的联合起来，我们成立一个或者是这个成立一个机构。啊，那么像这样的活动呢，每年办个几次，啊，或者每三个月办一次，一季办一次，啊，欢迎全世界的同学都来参与，啊，一方面是督促我们多元文化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了，啊，常常有人来看呢。我们就很紧张啊，要认真努力去做，就不会懈怠，有好处啊，这个建议有好处啊。那么这个宗教很多，每个宗教都有典籍，都有好的老师在这边教学，这边确实将来是多元文化的中心。这位马来西亚的同学，啊，就世界灾难，人类的造业，造的恶业，地球得了重病，还来得及救吗？啊，教育是对的，但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啊，学佛的学生能念佛求生净土。不学佛的如何？这个话问得很对。可是
在大乘教里头跟现代量子力学家研究的报告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：灾难还没有降临之前，一天都可以改变。你说这个念力能量多大？当然改变的越早越好啊！如果根据玛雅预言的时候，2012年12月21日还有一年的时间，我们现在认真努力的改，我相信我们可以保证澳大利亚不遭灾难。啊，全在信心，如果你有怀疑就不行啊，你有怀疑，灾难这么急，我们还来得及吗？这个念头不能有，这个念头是把我们的功力全破坏掉了。啊，100%的信念，一丝毫都不怀疑。啊，当然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这些道理你们有透彻的了解，你就不会死心塌地。啊，佛讲得很清楚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你能搞清楚的。啊，科学家的30多年的研究报告，啊，也不是短时间完成的。啊，但是那是真的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啊，在佛法里讲，你造无逆十恶，这个罪业必定堕阿鼻地狱。但是，你这一口气还没有断。你救自己还来得及啊，最后的那一分钟都可以救自己，全在信心呐、啊！你真的回头，真的觉悟，真的忏悔，认错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再做错事了，就能往生。啊，所有宗教的神圣都是慈悲的。啊，没有一个慈，没有一个人，你做错事情，我恨你，我怨你，没有。说那些话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时候劝你回头，不是真的恨你。啊，真的是，真的是爱你。啊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啊，真主确实是仁慈的，佛跟你讲的大慈大悲，这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我们要100%的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我接受他的慈悲，我接受他的爱。有疑惑怀疑，那就是拒绝了，那就得打折扣了。啊，我们这里有个同修啊，才往生不久，悟凡法师，很多人都认识，他跟在我身边多年。啊，我平常讲经有一些资料我都让他去查。啊，这个对他的帮助很大了。啊，他帮我查，我在讲经的时候详细讲解他听。啊，但是怎么样，半信半疑。啊，所以走的时候，走之前半年他得的病很重啊，很疼痛啊，那小业障啊。啊，最后走的这个一念，他看到阿弥陀佛，这真相信，所有的疑惑断掉了，他真的往生，不但往生，品位之高，
没有人敢相信。这个信息传到我这儿来，我相信，为什么呢？佛经上科学家有理论依据啊，这有道理在啊，这不是随便说的，这你要通情达理，你就没有怀疑了啊。所以他这一表演增长我们的信心啊，我们在这个灾难来临之前，我们自己有把握有分寸了啊。所以这个也一定要懂，一定要了解，我们自己受用就大了啊，决定不能怀疑。任何一个宗教都好，佛法讲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认为任何一个法门都帮助你明心见性，都帮助你回到零点能量点，能量点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要相信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啊。第十八愿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那你就放心了，不要再怀疑了啊。底下还有个问题，深圳一位同学听了念力的秘密分享，有提问，说如果想钱，钱能来吗？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贪心，贪心是水灾，想钱会把大水想来，会把海啸想来。哎，好好去想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明年银河对齐，那很有可能引发了大海啸啊。海啸多高呢？1000米。这么大的海啸冲到大陆啊，有人告诉我，什么地方才安全呢？距离海岸200公里以外安全地带，就是说这个海啸扑过来可以能够啊达到200公里。不能想钱呐，钱害死人啊。你看看中国老祖宗的智慧，钱字怎么写法，那一边是个金，这边是两把刀。你看到这个金就想到这两把刀，两把刀什么？斗争呐、啊！啊，都是争夺啊！啊，到最后什么？两败俱伤，全都死在一钱字里头。好，时间到了啊，时间到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！祝福大家啊，健康快乐啊！希望我们落实啊这个宗教教育啊，我们从自己本身做起，从我家里做起，从我们图文吧这个事做起啊！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。